萨拉哥，我们是人气圈 KMC 圈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现在松安机场，然后感觉去澎湖，就有一种好像是要飞离岛的感觉。嗯，对，没有，我们要飞日本，我们要去执行跟上一趟新加坡一样，三年前就该执行的事情。但这样比较特别，这样是九一他们约我们，因为通常他们不太可能在过年滑雪，所以这一趟我们现在在过年。哇，机票小贵，但想说算了，因为难得他们阵容也全齐，然后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滑，然后刚好他们要去汤泽，然后我们三年前其实也订了机票要跟健之去汤泽，就是去那个清酒车站喝酒。这一趟的主题是这样子，三天内我们究竟能喝完多少支清酒车站里面的清酒，总共有100多种，然后每次是一杯啦，健之也会陪我一起喝，但我不知道他会跟我们喝几天呢、啊？因为他这趟是以滑雪为主。但如果当天没有人跟我喝，就你跟我喝。我尽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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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你还是以拍摄为重，尽量好不好？哦，依照惯例哦，出国惯例来。我这次可以买一些滑雪用具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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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有花钱的地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因为雪镜，你的雪镜刚好坏掉了，上可以可以，所以这次可以买一个新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有准备吃个早餐，等一下飞机。我们就要往东京羽田机场出发，然后最后我们再移动到汤泽跟九一他们会合。好，我们抵达羽田机场了。嗯，今天的东京算是比较冷，很冷。嗯，然后我刚查月后汤泽好像是-6度还-7度。那我们现在要先移动去 JR 东京站，然后我们吃个饭，准备搭新干线。坐个电车吧，我懒得坐电车了。真的不是我要吐槽，东京车站的餐厅有够难找，有够大，有够复杂的。Anyway， 我们现在在立酒，好好的吃一个和牛牛舌。快速的扒饭。好，我们到月后汤泽站了。哇，下了大雪，你运气很好哎、欸！你这明天出滑雪应该是舒舒服服摔的哦、喔嗯，不会摔死，不会摔死。好，我们先回去放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再过来月后汤泽清酒车站，先喝它第一天，走吧。哦，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出发，而且我们拿到了一个生力军，欢迎洋葱。对，我今天是来滑雪的。耶、yeah, ，叫小啦。我是来喝，哦，其实我是来喝酒的。之前问你要不滑雪，你都不滑，就这一趟你居然来。因为酒可以喝啊，哦、因为它有金酒车站啊。那等一下你就好好喝，等一下有地方有100出头种，100不是1000多种吗？1000多种的话，我直接酒精中毒了。但是1000多种吧？100多种啦。我们希望我们一天晚上就拍完，后面就可以好好滑雪，晚上吃饭喝酒。可以啊。但如果今天没拍完的话，我明后天我还要自己过来拍。如果你们有空再来。好，我们到了，这、就是它的标志，在车站的进来以后走到底，然后它是早上9点半开到7点。对呀，洋葱，你不是路人，你要过来。它等一下就是500日币，然后可以拿一个杯子，然后我这四个，你一个在我这，然后给你5个代币。那我们就一路从右往左喝。汤姆熊了。汤姆熊对，可是它不一定有，它有美酒，这有没有？这边有 wine 啊，跟烧酒跟美酒，然后全部都是清酒。我们先从右边开始试。wine， 我们不用每个人都投一样，就是我们都投不一样。这种它有的要2个月，没关系啊，就换完我再换代币就好了。有的酒比较贵啊，我觉得还不差。月后，我觉得还不差。我这边太辣了，你说这杯太辣了。对，我喝看这边。干，我都来红酒看看，我先把红酒喝完一轮好了。那我来，哇，好 man 的味道。洋葱，你喝点顺序，看我不帮你喝什么。顺序吗？就我们一人一条喝好了，不然我们到时候讲，我们到时候都忘记我们到底喝什么东西。知道怎么退避？没关系，你就要先喝，就先喝。哎、欸，好喝这杯，哪一个？的美酒，嗯，月后武士，我喜欢第一个。我红酒这三个我也喜欢第一个嘛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就一条三个，一人挑一个好了。它、欸、后面这个台子后面应该是每一个酒后面都是一个筒子吧？筒子吧，对不对？哇。哇，怎样？哦，这哎、欸，他就跟你讲啦、啊，哇，好烈哦、喔欸！千万不要喝我，哇，千万别喝我，好烈！哇，好烈！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？我去帮大家，
暴换一波代币，这看起来是好喝的美酒。那第二个给你喝，哎、欸，贵的五个，哎、欸，贵的哎、欸，五颗哎、欸，超贵超贵超贵的。卡丁尼亚，你这很美，你要看这个，你去死啊！你喝自己喝，欸、很烈，你要不要喝这杯？调整中是不是？这杯应该蛮久的。哎、欸。你一直喝我们喝过的，你等下会不会喝醉？你一直分享，我就想要喝喝看。不行啊，你要喝，我们要把它喝完。来，干杯！你顶得住哦、喔欸。我还有一点点，你要喝看。不要。不要，我不要喝杯底，我明天再来喝就好。这个味道很不一样。什么味道？就你喝完会有个表情。啊，你知道什么是隐圈带吗？隐圈就是那个忍者哈特利。你，各位观众。我们已经喝130种了，差不多。我们喝30种了。我这个喝起来有点辣，我的这个没有太辣，新口度那个值没有，我觉得没有特别准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前面喝了很多酒，所以你太多混了。我们大概10分钟喝30种。慢一点，因为你一直喝会有点麻痹。来，另外我剩一颗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。还有，但我已经解释不出来这到底是谁了。对啊，很正常啊。我跟你讲。我们现在过100大关，要不要我们等一下换成3个人分一杯？我手上都是你的酒，知道吗？你每一次都会倒出来一点。我们从过100以后开始试味道。这是月后武士哦，这名字听起来很屌。哟，哇，有武士，哎，武士起来了，哇，酒精哎。我看看。哇，超烈。我、哦、看真的，没有他是这边在骗的，46%，46%啦！哇，我这边下面真的不行，我刚学生46%了，哇、哦，很，大家可以来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46%，很硬哎、欸，很硬，哎、欸，它多少钱？2颗，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喝到46%的清酒，我第一次喝到，已经高到不知道它是什么酒了，对我第一次喝，它有点像酒精，纯酒精，我们在喷酒精的那种纯酒精、啊，你要喝完是不是？不用了，我们就看看能喝到什么地步啊！喝到那边吗？我本来想说喝到那边嘛。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喝那么久才到这边？我们三个分很快了。不是，你要看一下很远的。虽然说我们三个这样分，但是其实这分一分，其实一杯还蛮多的。其实蛮多。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shot 杯、欸。我们真的才喝10几分钟啊。嗯。那为什么你不开一开始就这样玩？我就可以没有，我想说大家可以试一下。这边很好喝，刚那边这边很好喝，刚那边什么？这个。高千代，这个好喝，哦、这好喝，而且一颗我很推，高千代限内限定紫，092，好喝。我洋葱推荐093。一般大家来喝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找一颗代币的喝，对，比较划算，因为我觉得5颗代币没那么划算。你们喝了40种了，40种南山，你就花一个南山就可以买到南山，好无聊、哦，好无聊。你40岁了是不是？啊。小菜被端走了。你讲个笑话，你讲个笑话，你在讲。你手上还有代，你手上还有代币吗？不是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喝到八，讲没有讲开头，对，89，有，讲错，10000日币，90。月不见的词，意思就是很像庾澄庆的歌，意思就是你在月光下。你看不到那池子，为什么？看不到月光无处可。哎，干啥？上头，上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清酒上头。哎，这有点巧克力感觉，有一点点巧克力感觉。哎，你很准哎。这边什么？假贺假拜龙波盖高。87。假贺假拜。假贺假拜。啊，下一句什么？你的心外歌，你看飘飘，你有80。你也给熬，你确定这样拍起来是 OK 的吗？我觉得蛮好笑的，哎、欸，很上口哎、欸，这个比我平常在喝酒还上头，你怎么变那么会喝？干鸡掰，清酒柜在这边，你就酒柜放在里面。Suki 啊，一起得路。不是我跟你讲，上头了上头了，这太上头了。这还蛮好喝的，好喝，七九好喝，好喝。那个史记正宗复刻版，这哪一支？妙高山，这个是妙高山。哎，这上面啊，妙高。我们的友人脸太红了吧，跟烤过一样。哎呦，我们这样3人1杯，你是不是又回复了，对不对？有，差不多。哎，我觉得好喝，越来越喜。你喜欢啊？嗯，我觉得妙高山好喝。大家，我觉得大家来喝就喝一个代币就好了，因为一个代币通常我们刚喝下来都是比较好喝的。的确，我觉得一个代币比较划算，因为5个代币你可以喝5个一个代币。太扯了，我们刚喝那个46%的5个代币，
四六八不是，没有四六八不是我，不是四六八两个而已。我刚我觉得那个喝起来你会觉得你这样，你说这样子吗？就是换你一下，你一下。可是我不想哎。不过我觉得后面喝的有点不公平啊，因为我们的味蕾开始有点麻痹。不过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觉得好喝的，就是好喝的。我觉得雪中梅应该是大家最可以接受的，对哦。雪中梅，小菜被端走。耶、yeah. ！前面那个紫，那个紫我还是觉得最好。目前它前面有些梅酒啊，然后一些清酒喝起来都蛮好喝的。哎，我还有，哎，完没完？哎呦，散酒哦。哎，现在什么？现在哪个？现在在杜氏大清口。哦，大清口。但我先讲一下。我觉得我们不是什么什么喝一百支清酒这么简单，我们是一个小时要喝一百支清酒，一百种，一百种，我干，这个比较有清酒感觉。七一好喝，我喝卡拉夫内，竹田酒造卡拉夫内，酒香很浓。Mecha Umai， 哎，让我们用个新的方法喝好不好？不要再用那一招了，这个澎湖用演过了，没人配合。哎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喝完喝一喝，明天没办法滑雪？不会，你等一下回去就醒，因为现在才还不到七点。不是，你刚倒水给我，这个，然后我刚苗场还没喝完，你就倒进来，所以我来讲一下苗场跟这个不是 remix。你为什么喝那么慢？不是我在聊天嘛，快点。好，我觉得这六四跟六五的 remix 好喝。我们剩十五分钟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只剩一小时。六六好喝，还有卖哦，他这有卖哦。六六好喝，剩十五分钟。那我们就喝到六三就好了。我们把零钱喝完。好，喝完喝完。哎，我们进度很棒。Day one 比我们想象的更猛，真的吗？嗯，这应该明天要结束了吧？嗯，你们去吃一点盐，再喝清酒，这样味道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哪里有盐？给我，打开，打开，好好，然后用舌头舔。所以说我们喝的太暴力了，是不是？超暴力了，我的舌头已经没有知觉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速度快一点，我们就一人一杯嘛。不要，我们在试味道，不是在酗酒的。哦，你看看，现在看不出来有差别。好喝，好喝，下面。我们把今天的份剩三个，一二三，刚好最后三杯，一人一杯，好不好？一人一杯，杯子放好。我们等到今天来杯，我们就最后来喝一下哪杯最好喝。Day one 最后我们停在54，还没喝。好，第一天，后面两天我们看状况，如果没有要回来的话就算了。反正总归我们喝到54，好，是 Day One， Let's go， 回家。早上好，日本，是一个很棒的早晨。昨天大雪补雪，今天早上风光明媚，恭喜你，好的体验。咱们换换衣服。先来去滑个爽，然后我们晚上再继续把我们剩下的50几种喝掉，应该今天就可以干完了。可以吧？应该可以了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衣服换一换，先滑雪。好，第二天我们要来把剩下的54种，测试完，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要有始有终，对，有始有终。而且我们刚才滑完雪回来，现在很累，我屁股超痛的，超累。我们从54昨天衔接点嘛，因为我觉得昨天我们在分酒的时候一直滴到手跟地上，好贴心哦。所以我想说不要造成人家困扰。干杯，第一杯，干杯。拜拜。这支有一点点气泡感，还不错，好喝。这支54好喝。哦，不行，这酒精味好重。所以你可能是不喜欢喝酒香味的，酒香味就等于是酒精的那个味道，冲的味道了。你应该都不喜欢喝那个，你昨天都不喜欢喝那个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你现在到底是认真讲话还是没有在认真讲话。认真啊，我真的分不出来。他今天滑雪的时候教练会打我。我发现就这边的一颗都比较好，五颗的好不划算。从昨天到现在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地方超方超爽的，哎，这支很好喝。你要一起喝吗？甜友超好。日本还遇到你要一起喝吧，不可能。魏哥介绍，挺有超好喝的。我是洋葱，他笑一笑。你好，大家好。送你话，刚好这次一起滑雪。而且现在外面下着雪，你这样喝完清酒出去，我看爽翻。舒舒服服。月后长冈翻，翻，哈，那就拿下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加点盐巴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换一下味道啊。嗯。
哦，这个有点巧克力味，我跟巧克力，这有巧克力味，对啊，这哪一只？这只吗？这一只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，它有巧克力味，哎呦，帅哦，哎、欸，我妹呢？来按我的杯子。你知道他手上，那我想一下，你知道洋葱昨天多醉吗？汤泽的路上都有那个洒水器，因为他们会怕那个地板结冰，所以我们在外面吃拉面，然后那个洒水器一直喷在洋葱的鞋子上面，完全没感觉。然后这样站着这样，然后那个洒水器是进到他的那个卡带孔里。对，好险我们那个民宿里面有那个除湿器。月后是什么意思啊？月后就是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叫月后汤泽。所以我搭电车过来可以坐那个上月线。嗯，那、啊、你知道什么是血红吗？雪红是我阿妈名字，我阿妈叫林雪红，真的，我阿妈叫林雪红。这是一个不需要的资讯。新口度不是代表它的酒的那种辣度，我觉得我们喝比较不是辣，它比较像是清酒的一种评断方式。对，它比较像是甜跟不甜。我觉得宋云花一直在旁边晃来晃去，那种酸菜味。等我们下，我们刚喝完。刚喝完。哎、欸，你有喝那个吗？那个百川，哎、欸，不是百川，甜友。甜友还没，还没。我先把一到二十喝完。我们也喝过了。对，我快喝醉了，干杯！我要走开了，拜拜。等一下呢，我要去吃个盐巴。对，刚刚喝太多了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干杯！干杯！你是哪一杯？美酒的。哦，美酒了。我快要喝完那个 list。你还在前面嘛？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剩两个。来无影去无踪。越南六，好喝哦。杜氏我觉得很不错。怎样？好好喝哦。杜氏很不错。很棒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回来三一起你吃个盐。其实如果昨天时间是够的，我们觉得一定可以吃。一天一定干得完。不是，这很上头，因为你喝清酒马上就起来了，但是你马上就退了。麒麟山，我昨天喝完回去睡两个小时，酒感蛮重的。我昨天喝完马上出去就退了。大家有看过贝尼长的样子吗？这个有啦，看过，看过。这个你们有看过贝尼滑雪后的样子吗？就跟你长一样。哦，对对对，得有撞到是不是？快了，我们已经要结束了。我肚子真的很烧。结束了。我觉得清酒太烧了啦，而且你又是喝不同的清酒。对，我们等于一直混。对啊，你要混呢。哎，但我还没喝完呢，慢一点啦，你节奏慢一点。频道是怎样？其实我是蛮想结束的，但因为我们要把它有始有终的干完。好了，喝完了啦。我们剩二十种了，各位，快结束了，就要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明天拍了。不要啦。哦，我现在肚子烧啊。那你去叫宋云化来打三杯。不行啦。可以啦。不行啦，我们要有始有终啊。哎、欸，他是薄流了，啊，全流了，靠腰了。从薄流来的。太醉了，太醉了。哈哈哈。哎，雪的霸应该是好喝的哦。雪的霸还好喝。哎，雪的霸还好喝哦。好喝，我觉得这杯是很适中的、欸，好喝、欸，觉得吧，好喝，好喝是。哎、欸，最后了，我们要走完了，最后汤泽、哦，你这频道的名字就是最后汤泽。好，好，你要答应我啊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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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啊，最后汤泽，我一定在标题加一点，你先喝完，这还有你的，这是上一杯十七 Cowboy， 你要喝我要一号，好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一号。你没有干，我以为你要骗人。十六了，剩十六，我们要结束了，我们要完成挑战了。越南还没，越南还没，我觉得蛮好喝的。这杯我喜欢的，这杯我觉得好喝。哎，这里有卖啊，可以，等下可以买。你先把这杯喝完，你帮我们喝两杯好不好？十三跟十二好不好？两杯。那我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就巧克力味。刚才杯手，你们这边的上一杯手，十四，就巧克力味，也是巧克力味。十四，来吧，你的杯子。漂亮，漂亮！他帮我们喝十三十二，喝完以后大概说一下，你觉得这杯你喜不喜欢？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深奥，因为我们都在乱喝。好像还有另外巧克力味是这个吗？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它的确有一个很浓的味道。对，浓纯度是五颗。我知道这个什么，这个适合汤，就是吃完饭后当甜点的酒。哎呦，哎呦，再给你一杯，好，两个代币。要不要去试一下？不用不用，我们没那么讲究、哦，你可以分一点给我们。好甜，还有凤梨啊。嗯，你还要继续吗？看你。等一下，我们照顺序，照顺序。那我们就分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就来分更多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它太厚了。太辣，但我喜欢哎、欸。可是正常啊，就正常，中规中矩。我喜欢有一些，对，有点中规中矩，但它又有点厚度的感觉。你从昨天到现在，就是一直讲中规中矩，中规中矩。而且它只要一颗代币啊。我们终于进到最后十种。其实你也喝了大概二十种，我这杯完我就要消失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进入到酒，
就好，我麻痹了，就麻痹了。那去吃个盐吗？吃个盐，差不多。吃个盐。这个喝起来它就是它这种，我觉得很。你先，你对镜头讲，我去吃。很中规中矩。这是什么？酒。几号的酒？没有，就是酒啦，不是酒，不是啦，是酒，酒啦，金生地啦。我现在这个毛巾全部都清酒，倒数了，各位，谢谢你们。今天太冷，你知道我是到现在在流鼻水。服务也还好，普通了，因为我们一次喝很大量，所以现在可能要特色很多了，我才觉得好喝。对，确实，我说你真野、啊，喝。这一杯叫什么？金鹤，金鹤。最后两杯。其实这个挑战有点漫长。金鹤吗？金鹤，这杯金鹤。哎，如果有杯叫赫赫哈嘿，你会喝吗？会。真假？会。哎，对，为什么他们都要什么赫什么赫？你不知道，其实台语的好，其实是源自日文，因为他们觉得赫是一个很有吉祥的动物，所以他们说赫。吉利的原因是这样子。你要把是吧？他还没醉，各位观众。一号天岭杯，各位，130几种。王天岭，王天岭，没有人知道是谁了。Sky， 知道。最后一杯，喝完。谢谢你们。呵，我们挑战完清酒汤的清酒车站的100多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清酒车站是非常值得来玩一玩看一看。真的很适合来喝，超适合。班尼，你可以放假了。我们提早2天把今天所有事情都搞定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晚上好好的玩一下，休息吧。我好累，看真的好累。昌宪，你太晚来了吧？哟，小黄头交给你了，晚上就交给你。我们刚喝了50几种，好累，50几了，好累。所以你们这样破百了。嗯，瑶瑶，你要一起喝吗？要三个，我那一个这个。耶、yeah。最后才到，你刚刚不是说至少要陪我喝一杯吗？对，我在等热水，因为我想洗澡。好了，我们刚好这一趟1、2天的汤泽清酒车站130支，谢谢洋葱跟建志配合嘛，就是可以体会到不同种清酒的感觉，快乐的，对，我觉得蛮快乐的。但我现在，因为很热，所以茫茫的。你是喝几杯？我们刚刚喝了干光，我们喝了130，两天喝了130，你都不会醉？会醉啊。有感觉啊！靠北，我人累，真的，我是人累了。你也很醉吗？好，你昨天比较醉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吃个饭了，我们要吃个饭了。我们下期见。滑完、喝完、吃完，瞬间累了。现在这其实毛巾蛮香的，都清酒味，其实蛮香的。哇、哦，这是我们日本行的第1集嘛？是。廖先生强迫我们要用。最后汤泽当作标题，然后我们这次喝了130几，130出头，其实应该算120几或130，因为有几个没有，哦，有几个是调整中，对，所以应该是接近130了。是，然后我们大概花了31000日币喝完全部，一个人大概40杯嘛，一个人差不多40杯，只是我们是分着喝，一个人是40杯，然后。啊、但中间有一些代币是我提供给就是同行的友人们喝，但我抓就是我换完的代币是31000左右。然后刚刚那个杯子就是上面有一些纹路，然后是班尼发现跟我讲说，哦，那个纹路好像是叫什么蛇什么蛇墓杯，蛇墓杯里面不是有两个蓝色的圈圈？对，他说我老婆说他就是可以看那个酒的透彻度，真不愧是杯子的专门、啊，真的厉害，看那个杯子的透彻程度。看酒了，不是杯子，酒就透彻，而且一进来室内很温暖，整个呛掉。我等一下去洗这个毛巾。But anyway， 汤泽这一趟滑雪跟清酒，我觉得清酒车站是蛮值得去的，我觉得好玩哎、欸。可以，如果有下次可能来还会再去一次。嗯，只是说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做挑战，谁需要、啊？就然后如果你有想要觉得什么东西想特别试的话，它有排行榜，然后这样你可以看这支影片，然后我们有推哪几支是我们认为好喝的，就是我们个人口味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那我觉得整体体验是好玩的，而且这一趟刚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，因为我们原本是我跟建志还有洋葱喝，然后喝到就是我们同一群嘛，然后宋云晃也来了，瑶瑶也来，蔡昌信也来了，所以我们最后其实还有喝一小段，就是大家其实
一群人来是玩的是很开心的，蛮推荐大家可以。直到很早关的。那七点关就是早上九点半开到七点关，所以大家自己把握时间。Anyway。我们接下来准备要进东京了，我们要带给大家东京第三弹吧。第三弹，然后是疫情过后我们很推荐的、很厉害的酒吧门跟餐饮跟一些旅游的行程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可以拭目在后面的影片。我们这集就这样子，好嘞。如果喜欢这集的话，不要忘了分享，非常感谢我们东京大家。如果你有吃的、喝的好玩、有趣的，欢迎来信来讯跟我说。